人终于轮吴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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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缺。吴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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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缺。吴缺，你醒了。衣服已经给你洗好了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做饭，来，尝尝看好不好吃。你先尝尝看好不好吃，还有一个汤我去拿过来。嗯，为什么两兄弟一出事就要分开，刚相认又一个生一个死，为什么我身边的人个个都要死？我宁愿死的生活，我真的觉得好难过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有你这么好的兄弟，我怎么会舍得死？来，弟弟。
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本来在烧饭的，好像听到有人哭泣的声音，出来看看，原来是你。你烧饭？新兰。新兰也没死，你这个死人头，我哭了那么久才出来找我，就光会在里面抱老婆，有异性没人性，你知道你哥这两天是怎么过的啊？我哭得肝肠寸断，我的肾都快要衰竭了，我很怕找不到你的尸体，我又怕找到你的尸体，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有没有打伤你啊？你是高估了自己还是小看了我啊？你不是说在烧饭吗？有没有汤喝啊？有啊，不过没准备你那份。汤渣呢？放点酱油下去就行了。于大哥，哎，规矩点啊！我现在可是你哥哥啊。那我以后怎么叫你啊？叫哥哥。那你怎么叫我？弟媳妇喽。好难听啊。怎么会呢？弟媳妇弟媳妇，天天叫你弟媳妇多好啊。你还是叫我新兰吧。新兰。于大哥。开饭啦。开饭啦，你去不去啊？走啊。大哥吃菜。新兰吃菜。相公吃菜。娘子吃鱼。于大哥吃菜。弟弟吃鱼。再加来加去的没法吃了，快吃吧。自从小仙女死了之后，今晚我最开心了，我今晚要吃三碗饭。赵高，你们没死这是天大的喜事啊，我们在这里吃饭庆祝，但是崖上的那些人他们还不知道，说不定他们现在还在愁云惨雾的，我们怎么能这样？吃完饭我们跟你一起回去。嗯。今天是个团圆的大日子啊。燕叔叔，你看我带谁来了。啊，我不是眼睛花了吧？他们小鱼儿，他俩不是跳崖了吗？详细情形我再慢慢解释。总之呢，从现在开始有人叫我大哥了，并且还多了一个弟媳妇儿呢。小鱼儿，哎，这件事情啊，值得好好的庆贺一下啊！我要喝热乎乎的豆浆，还要吃油条。马上就带你去喝热乎乎的豆浆，香脆脆的油条，还有烧饼，胡椒椒的烧饼。刚才东厂的人来过，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太监，他们打伤了二公主，大公主情绪失常，也被他们打晕带走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要回京找刘喜。想清楚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师，无论怎么样他们两个始终是我师父。可是东厂高手那么多，我们如果硬闯就等于公开对抗朝廷，恐怕很难救出你的大师父和二师父。更何况如果刘喜把他们藏在秘密的地方，我们就更难找到了。可是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他们关在哪里。这样吧，我们先回燕妃娘娘那儿，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然后再慢慢打探你两位师父究竟被囚禁在哪里，再去救人。好奇。哎，爱妃啊，你很累了吧？真是对不起啊，皇上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自从怀孕以来总是觉得人比较容易累，还请皇上见谅啊。哎呀，爱妃为朕怀了龙胎，朕是开心极了。
爱妃啊，一定要爱惜身体才是啊！啊，多谢皇上的体谅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就让刘公公陪皇上下完这盘棋。我来替娘娘。嗯，这有什么不可以啊？我想皇上是不会介意的，是不是啊，皇上？哎，爱妃，去休息吧。嗯，我不要嘛，我要在后面看着你们两个下。谢娘娘。刘公公，请。红叶叩见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在下听刘都主的吩咐，娘娘有事差遣，特来候命。你应该知道，我跟刘都主的关系非同一般。我的旨意就是他的旨意。这点在下当然清楚了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跟我爹的关系如何？我跟他只是利益关系而已，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交情。好，好一句并没有什么交情。我现在吩咐你做一件事情，如果你做得好的话，我就重重地赏你。但请娘娘吩咐。你去把我爹最大的秘密告诉燕南天和小鱼儿。这样一来，令尊在这个世上可就无处可逃了。我就是让他没有藏身之地，这样他只能来投奔于我。红叶明白，红叶马上去办。红叶先生。是娘娘。相信你是个聪明的人。如果这件事你办得好，你会发现在你身边又多了一座大靠山。其实有些事情不一定非得听刘喜的。在下明白，那我就先行告退了。出来。好眼力，想必阁下就是燕南天。红叶，你是谁？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在下红叶斋的红叶先生，我有一个非常绝密的消息想卖给你。没兴趣，滚。生意不成仁义在，燕大侠，大不了这消息我白送给你。什么消息？二位可知道当年出卖江峰和花月奴给邀月公主的是谁？这算什么消息？江湖上人人都知道，是那恶贼江琴。正是江琴，可是二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众所周知，江琴已失踪多年，可是他其实并未失踪，他已经化身为江湖中一名赫赫有名的大侠。是谁？你可别过来，这里是皇宫，可不是江湖。你觉得我会在乎这个吗？好，你放手我就说。哎呀，说。江别鹤。那他现在在哪里？他刚被皇上贬到边关去了。你要是找他，趁早。滚。他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，到底是什么居心啊？管他什么居心，既然我已经知道了江琴在哪儿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燕大侠，燕大侠，你不要拦我，现在就出发。燕大侠，叔叔，你去哪里？我今天要出关去。为什么突然要出关去啊？刚才红叶先生来过，说出了当年出卖你们两个父母的真相，说当年的江琴就是今日的江别鹤。我现在就要走。等等，他有没有跟你要钱？没有。钱都没要？他竟然把这么重要的消息告诉我们，我怕这是个调虎离山之计，可能想引开我们。废话，难道你不想我替你们父母报仇吗？就是去，也该我们两兄弟去。为你们父母报仇是我燕某生平所愿。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的武功，以为我杀不了江别鹤？就算他有什么长进，也不会是我燕南天的对手。所以还是我一个人去。吴缺就要当爹了，不宜走动，小鱼儿之计多端，留在这里也好有个照应。你们放心，如果我找到他，我就一剑杀了他。
如果找不到，就全当是出去走走。你们两个不要再啰嗦了。叶叔叔，哎，不如我陪燕南天出关走一趟吧，也好有个照应啊。小心啊，大爹。我总觉得不太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奇怪，该如何去练这种神功，才能让身体不生疮？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秘？难道它根本就是捏造的，没有人能练成？江将军，外面有一位您的故人求见。是谁啊？是我。哦，红叶先生，你先出去吧。属下告退。大老远跑到关外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啊？我是一片好心，前来向你示警啊。我现在是镇远大将军，我怕谁啊？燕南天。燕南天？嗯，他不是在恶魔岛上失踪了吗？他被小鱼儿找到了，而且治好了他的病。他还知道你就是当年出卖江峰夫妇的那个江琴。他知道了。嗯，现在他们正一路寻来找你报仇啊，你还不赶快走，来不及了。原来新兰姐姐还尚在人间，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。我为你准备了一件小礼物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其实燕妃娘娘让我们暂住在宫中，已经对我们很照顾了，怎么好再收您的礼物呢？你刚刚到，这只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。你看，这个镯子是给你的，还有这个金锁是给你肚里孩子的。听说燕妃娘娘也怀孕了，身体怎么样？托皇上的福，已经有好几个月了，只是最近一段时间腰酸背痛的，有的时候还想吐。没有想到怀孩子竟是这么一件辛苦的事情。玉燕，移花宫被东厂暗算，我相信我两位师父已落在刘喜手上。有这样的事？麻烦玉燕帮我打探一下。你放心吧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再说刘喜也是我的敌人，不过这种事急不得，恐怕打草惊蛇。麻烦你了。我会尽快办的。新兰姐姐，你好好养胎，我先走了。啊，燕妃娘娘，燕妃娘娘。小鱼儿开开玩笑，在这么多人当中呢，你好像就跟新兰不是太熟啊，怎么今晚对她特别亲热，开口姐姐闭口姐姐的？小鱼儿，难道你不记得吗？在江府的时候，新兰姐姐曾经救过我，还给过我一块令牌，难道我不应该叫她姐姐吗？是应该啊。那你们早点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谁？谁在外面鬼鬼祟祟的？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我可就喊人了。你，嘘，是我呀。你来这儿干什么？你不是应该在边塞吗？哎呀，来来来，进去说。燕儿，我呀，我在边塞不知怎么搞的，被燕南天发现了，他到处追杀我呀，搞得我是躲无可躲，只好逃回来。我躲在宫中两天都没有见到你呀。你找我干什么？燕儿，这次我是无处藏身了，你无论如何要帮帮我呀。啊，只可惜我也是个弱女子，哪里来的办法救你？皇上派我去边塞，我私自逃回来，这可是杀头之罪呀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燕儿，我知道你一定会看在我们父女一场的情分上帮帮我的，是吧？那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你不是把我也害了？爹知道你有办法，皇宫这么大。算了算了，其实要说帮你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哦，你说，爹一定会答应你的。我要六刃神闪。嗯，当初是我帮你把六刃神闪打开的，但是你不但没有谢我，反而把你练功导致的毒硬逼到我身上。我倒要看看这六刃神闪到底有什么玄机。这个我算了，你不愿意给就算了。刘，我给，我给，反正这个东西在我身边，我也搞不懂它，留着也没用，给你吧。你就住在这儿吧。这就这儿？你就让我住在这里？我们伟大的江大侠，你是想要活命呢，还是想要享福？当然要命了。这不就得了？你只有在这儿藏着，才不会被人家发现。因为谁也不会想到，在这样一间破屋子里面，竟会藏着人义无双江别鹤。哎呀，这堂堂皇宫，怎么会有这么一间没人收拾的屋子？我听说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个老宫女在这里上吊，之后就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令人毛骨悚然。之后就没有人敢来这间屋子打扫，这屋子就废了。你自己打扫一下吧，我每天会让人给你送两顿饭放在门口，但是你可给我记牢了，不要到处乱闯，要是给人家看见了发生了任何事情，我可保不了你，明白吗？哦，知道了。燕儿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。这几句不是汉文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大人，哦，娘娘，总算找到您了，可让我好找啊！啊，娘娘有何吩咐？不敢当，今天我闲来没事，随便找几本书出来看看，不想里面有一些文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，所以抄了下来，想让您帮我看一看。哎呀，不敢当，是什么字啊？这不是汉字，是波斯文呐。波斯文？嗯。幸亏老臣和一位波斯使节有点交情，还识得几个波斯文字。那您快帮我看一看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？这其实就是两句话。这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最高境界。最高境界？对对对对。
这另外一句话的意思是尽弃本来所有。尽弃本来所有，哎，老夫对波斯文也只是略懂一些皮毛，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要达到最高境界就先放弃本来所有。要达到最高境界啊，谢谢太傅指教，我明白了。哈，波斯文啊本来就深奥难懂，没想到娘娘如此好学，真是难得呀，怪不得皇上对你如此宠爱啊。太傅大人真是过奖了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好，告辞。张大学士请看。哦，这乃是波斯文呐、啊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修炼要专心，不能有丝毫杂念。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娘娘，您这是从哪儿得到的？依臣所看，似乎应该是教人武功之类的书籍吧。哪里的话，张大人，您知道我向来是不看这种书籍的。我根本就不懂武功的，这个是我从一本佛经上看到的。哦，对了，这句话可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呢、啊。多谢张大人赐教，我今天真是受益匪浅。哪里哪里，不耽误您了。啊，告辞。六句波斯文，我分别求教六名大学士，就不会有人识破我在干什么了。哼！此乃驾一神功中最后一重武功，为该武功之最高境界，名为移花接木。要专心修炼，不可有杂念，且要切记，要达到最高境界，就先放弃本来所有武功，否则必走火入魔，身体产生毒素，轻则丑如恶魔，重则经脉尽断而死。谁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好，我只是想来问问，那上面的波斯文是什么意思？我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波斯文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，你已经知道了，你让我看一眼，看完了我还给你就是。玉燕，我已经听你的话，把六刃神骰给你了，你又何必这样对我呢？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父亲呢。父亲？我要不是还看在你是我父亲的份上，我早就把你轰出去，不管你的死活了。是啊，那既然这样，你就把那几句波斯文的意思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修炼神功啊。啊？其实告诉你也无妨，反正你根本就练不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那几句波斯文的意思就是，要想练成秘籍上的武功，就要先把自己所有的武功废掉。因为移花接木是上乘大法，任何其他内力都不能与它混合。要废掉所有的武功？要废掉所有的武功？怎么样啊？舍不得了吧？你自己想想看，一个练了一辈子武的人，怎么舍得废掉自己的武功？但是，可
可以练成绝世神功啊。那要是练不成怎么办呢？那不就变成废人了？我劝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你留在这干嘛呀？等皇上来看你啊。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安安分分的做人，别再胡思乱想了。好，好，要是让皇上知道你欺君犯上的话，看他不砍了你的头。是是是是是。你以为我就不会抄下神闪上的文字吗？怪不得我练了这么久都不成功。好，我就先废掉我自己的武功。我可以练移花接木了，我可以练移花接木了。自己的武功都废了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还没有把全部的精髓都告诉你，你这么快就把自己的武功给废了，我真没有想到全天下会有你这么笨的人。你以为移花接木就那么好练的吗？未免太心急了吧。你还要我怎么样啊？我要为你做一件事，相信你会感激我的。啊！这就是我爹江别鹤的遗体。正如你们所知，他就是18年前仁义无双大侠江峰的书童，叫江琴，也就是出卖你们父母给邀月公主的人。真的死了？狗贼！出卖我爹！出卖我爹！狗贼！出卖我爹！狗贼！出卖我爹！狗贼！出卖我爹！出卖我爹！出卖我爹！不要再打了！就算是为我们没出世的孩子积点阴德，如果要报仇的话，你是不是连大师傅、二师傅都要一起杀掉？小鱼儿，他已经死了，现在拿他的尸首怎么样出气也是没有用的。何况他做的孽跟江一燕没有关系，冤冤相报何时能了呢？请你们放过我爹，我虽然身为皇妃，但是无奈也是你们仇人的女儿，我不祈求你们能够原谅我爹，因为我知道父债子还，更何况这是血债。我人在这里，任由你们发怒，要杀要剐随你们，但是只求你们可以给我爹一个诠释，让我把他安葬了。哥，你做主吧，你先起来吧。这个就是当年我爹从你们的爹那里偷来的剑谱，也正是因为练这本剑谱，他才会走火入魔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
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们，也算物归原主了。爹，我今天可是帮了你一个天大的忙，要是没有我的话，小鱼儿跟花无缺他们肯定不会相信你已经死了。谁？回禀娘娘，小的是东厂的下人。近前说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的叫桂吉祥。你刚才都听见了什么？奴才什么也没有听见。那你今天又看见了什么？奴才什么也没有看见，奴才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。很好。小桂子，以后东厂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就过来告诉我，我一定会重重的赏你。娘娘耳目众多，一定会知道的。这，拿去吧。谢娘娘。哎，有仇没能报，真是不甘心。算了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你不觉得那个燕妃娘娘好像变了很多，那么孝顺，到底是真是假？人是会变的嘛。她现在贵为娘娘，又那么得宠，名利富贵什么都有了，她自然会变了。所谓人到无求品自高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更何况他肯为了昆仑部落的公主去欺骗皇上，真的是很难得啊。是吗？好了，我要去给新兰送药。去吧。哎呀，二位公主受委屈了啊。刘希，你什么意思？把我们关在这儿？有种的话你就把我们放了，让我们一决高下。我每天都给你们喝的是那种药，我就是放了你们，你们也无法运功啊。啊，好啊，你不是会吸功大法吗？来呀，吸我们的功啊。哼，老妖妇，你当本都十三岁小孩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师妹的混元真气你是吸不了了，我的嫁衣神功更可以反吸你的内力。哼，别得意，本都可以马上叫你们毙在本都的掌下。好啊，那你就来吧。恐怕你舍不得吧，我们俩的内力就像个宝藏一样，你千方百计的想得到，难道你会轻易的放弃吗？三天不给他们水喝，我看他们还有多厉害。哼，那个烟狗，我早晚要把他碎尸万段的。姐姐，你就省点力气吧。对不起莲心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了你。我们俩大半辈子在一起，两个人几乎一条命，什么连累不连累的，只希望无缺没事早日跟新兰重逢。什么？
心兰她没死，我救了她，因为她怀了无缺的孩子。好啊，你们合起来骗我。好，真是太好了。事到如今，就随他去吧。姐姐，我们这辈子错了，不能祸延下一代。有新生命，就有新的希望。移花接木。娘娘，贵公公求见。进来。娘娘，没打扰您休息吧？什么事啊？真的吗？啊，真的，奴才亲眼目睹。好，我重重赏你，你明天来拿。谢娘娘。邀月莲心，正好给我试试练成的功夫。陪着你走过五彩斑斓的世界，不代表我就拥有过你的一切。谢谢你的告别，可以带给我这么多感觉。也许因为我的天资不够，体会不到你对我的体贴，但是可能你对我并没有那么了解。失去的青春就像我们曾经留给对方的伤痕，两个人无话不说，再到最后陌生，我想我都可以去忍。路上的灯看着我们冒着雨在情节里飞奔，希望有个人能明白我的眼泪和我的后半生。原来我一开始就陷得那么深。Thank you.